累趴就倒了就睡了。哎，那今天体操？今天6点，差不多还是5点半吧，差不多这个时间。哇，那只睡4个多小时。都要习惯睡眠的时间，差不多是这样。因为，这要很早起来。菜市场啊等等啊，就是生理时钟已经跳到5点半6点。早餐有吃什么吗？早餐没有，我不习惯吃早餐，我都早午餐了。 brunch 就是大概11点左右就一餐就把它解决。今天儿子陪你一起过来的。 对跟爸爸讲什么？他早上啊，早上好像还没有，早上就出门投票。昨天晚上有稍微聊了一下，在聊些什么？就闲话家常。因为他马上要出国念书嘛，就把握一点时间，多留在家里，就大家聊一聊天这样。那你先投完票之后要去哪里吗？今天总部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另外就是也要整理一下，说这个马上这个总部，因为总是因为行政的事务啦，还是很多嘛，另外就是打电话谢谢一些朋友。会担心你的投票率吗？我对高雄人关心自己家乡的事情，我是非常有信心啊。那因为投票是民主政治里面最平常大家觉得没什么嘛，但是其实是难能可贵啊。从台湾的民主化到现在那尤其在。像隔壁的香港现在也不能投票，所以投票决定自己城市家乡的未来，对。今天之后我也相信说高雄未来的发展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雨过天晴。终于到了今天，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紧张啊？紧张倒是不会啦，但是总是因为已经从6月17号辞官参选到现在嘛，那有一段很快，然后又在整个竞选的过程里面，因为几乎都是早上就出门嘛，所以昨天要睡觉前就去那一幕一幕好像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面这样闪过啊，到大寮啊，到茂林啊，到六龟美浓啊，那大概也趁这个机会多走过一遍，那也很踏踏实实的跟很多选民很近距离近身的接触，这个都非常谢谢他们给我很多的机会学习不仅向市民学习，也向土地学习，这对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所以昨天要睡觉前就是一幕一幕就是温习一遍就觉得这样一路走来这个觉得自己非常的踏实那也向市民朋友学习了很多，这个都要谢谢很多市民朋友给我很多的教诲，也包括教训了，好，谢谢，好。第一次陪父亲来投票，不是第一次啦，投了很多，投了很多。有没有跟爸爸讲什么？说什么？有没有可以站过来站一下？站出来一点，好，有没有跟爸爸说什么？多睡一点，多睡一点。心疼爸爸是不是？就是这一阵子跑一些行程，看爸爸很累。蛮累，应该蛮累的。如果是我，会觉得很累。特别的心疼。快出国念书，昨天父子俩跟爸爸有说了一些什么？就聊天，就跟家人闲话家常这样。所以昨天是跟爸爸一起聊到一点吗？昨天好像是12点多嘛，12点差不多，他大概12点多了。好，谢谢，好，谢谢，好。